Raging, she never knew. He was afraid.
掌俾佢哋。啊，少少逼嘅時間，想多謝，首先要多謝阿 Chris B， 多謝你。我哋次次都話要搞玩 show 玩，你第一個會揾我哋嘅。好，跟住第二個地方就係多謝 Orange 表。我哋係第二次上嚟噶，不過上一次咧就冇我份啊，因為有一次咧我就上大陸好做啲嘢，得佢哋俾人拉咗，啊俾拉咗，扣咗15日，跟住講笑啊，認真，跟住叫我哋唔好去啦，上次我拍片嘅啫 ，OK， 跟住 OK， 咁其實禮拜四啊，對於我哋嚟講咧係我哋練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practice 嘅一日嚟嘅。逢禮拜四晚都係啦，咁啊，係啦，今日嚟到呢度練啦，咁啊，平時八點鐘會嚟夾嘅，但係通常都係十點鐘先會到嗰啲人，即係習慣咗遲到，其實八點鐘係假嘅。咁啊，有陣時我呢個人就成日都唔喺香港，要出去做嘢，好多時候都 miss 咗去練習，但係你都好體諒我，咁啊，我好多謝我隊友先㗎，我想多謝我哋隊友。OK， 介紹一下嘛。鼓手阿添，俾掌声好唔好啊 ？OK， 跟住 bass 手阿 Man， 吉他手啊，叫 Kelvin， 接介自己介绍啊 ，Kelvin， 系，好欢迎啊 ，OK， Edwin， 好，呢首歌叫 Until the End。咁啊，因為我哋嚟緊咧，嚟緊因為都有啲即係人生大事啊，隊員都有啲人生大事啊，有個要結婚啦，有個就有 BB 出嚟出世啦，有個準備要去啊，去求婚啦嚇。咁啊，可能短期內都少啲出 show 嘅。咁啊，我冇啊，都流流咯一個人啊。咁啊，係啊，咁啊，其實呢首歌啊 ，Till the End， 我想。表達是我們幾個會繼續下去的，繼續玩下去的，是。